四个对中老年来说有点土，对年轻人来说刚刚好的真佛系阿爸爸，点击即刻收获一份云淡风轻，心如止水。第一个，木鱼，木鱼一枪，烦恼全消，打工人必备单品，超度不是治愈每一个心烦意乱的打工人。每天工作前先敲个一分钟，一整个与世无争了。还贴心设计了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，不就是打工吗？不就是早八吗？小事儿。第二个，佛珠，佛珠一年，拒绝内卷，心情不好或是焦虑的时候，盘一盘珠子，在清心寡欲的氛围中，找回属于自己内心的节奏。总之，遇事不要慌，捻个电子佛珠，冷静一下。第三个，一炷香，古色古香的冥想阿普，极简页面上只有一炷香，伴随着白噪音静静的燃烧，等香燃尽，屏幕上还会出现一首诗词，很适合在思绪杂乱的时候点开，听听雨声，读读诗，放松一下小脑袋瓜，日常禅意拿捏住了。第四个，手机烧香，修行感拉满的还得是这个手机烧香，点击屏幕上的蜡烛和香就能燃烧起来，一整个青烟袅袅，烟雾缭绕的寺庙感。屏幕上还可以添加文字，比如写上自己的心愿，一边上班一边礼佛，这感觉真的很赛博。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，